很高兴我们又回到 AI 人工智慧的课程。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深度学习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不亚于所谓的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卷积神经网络。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循环神经网络，就是所谓的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也同时在今天的程式范例会用 IMDB 的资料库来跟大家做一个程式的分享。好，就让我们今天开始吧。我们在前面的几个章节跟大家介绍了所谓的深度学习，还有所谓的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特别是在所谓的卷积神经网络里面，我们大概都知道，卷积神经网络在所谓的影像处理，它具有非常强大的功能。那么在所谓的文字跟所谓的序列部分的时候，卷积神经网络的效能会很好吗？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的神经网络能够使所谓的序列、所谓的语言方面的处理会更好呢？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单元，这个单元特别是在所谓的序列上面的处理非常的强大。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花一些的时间、一些的章节，从所谓的讲解到程式范例的演练，让大家能够认识所谓的循环神经网络。好，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循环神经网络顾名思义的是一个有顺序的来去处理一连贯的一个神经网络。好，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在所谓的语言翻译里面来讲，我们输入了一个中文你好吗，它能够帮我们翻译变成 How are you。 如果我们输入了一串字你今天要去哪里，它能够帮我们翻译变成 Where are you going today？ 那当然也可以让我们从英文翻译到中文不同语言的翻译，还有所谓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像是所谓的 Chatbox 在线机器人的一些对谈，还有一些所谓自动所谓的回答系统等等。那所使用的部分真的是很多，但是我会面临到一个问题，面临不同需求的时候，我们的循环神经网络是不是有一些的方法能够来因应它呢？好，那就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的。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跟了解所谓的循环神经网络。什么是循环神经网络？好，我们先用一些假设的例子来跟大家一步一步的来分享。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目前有不同的一些形式来因应不同的需求。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来看图说故事。我们有一个输入能够产生一个输出，一个输入可以产生很多的输出，很多的输入可以产生一个输出，到所谓的很多的输入产生很多的输出，还有所谓的 many to many 不同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些就是所谓在所谓的机械语言翻译里面的一些的需求跟一些的变种。啊，我们先看过所谓的 machine translation， 就是机器语言翻译的一些基本形态了以后，我们来开始一步一步的跟大家来介绍跟了解神经网络的一些的运作。假设我们利用一个其中的里面的 one to one， OK， 来介绍一下所谓的语言翻译。假设我们的任务是预测一个句子中的下面一个单字，那我们尝试着使用一个 MLP 来完成它。那在 MLP 是如何来做这件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所谓的生成网络就是要有所谓的一个 input， 还有一个 output， 还有一个 hidden layer， 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生成网络的一个基本架构。那当我们的输入层收入到输入的时候，应用到所谓 hidden layer 的 activity function 来去激活它，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接收到所谓的输出，就是一个基本的这个架构，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我们在深度学习的课程开张名义就跟大家来分享了。好，现在让我们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网络，那里面存在更多的 hidden layer， 就是更多的隐藏层。所以当我们的输入层接收到输入，应用在第一个隐藏层来去做一个激活 activity function，然后将这些激活后送到下一个隐藏层，并且透过所谓层与层的连接来去激活它而产生所谓的输出。所谓的每一个隐藏层的特征就在于它自己本身的权重 weight 跟 bias load， 所以每一个隐藏层都有所谓自己的权重跟所谓的激活 activity function。
这些的参数 bias 跟 weight， 因而他们的行为哈，每一个的行动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那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来确定，如果我们做的是一个连续输入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给隐藏层输入？答案是可以的。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图说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的生成网络，一个 input 的一个 hidden layer， 一个 output。到我们更深层的网络以后，我们的 input 里面加了很多的更深层的网络，但是每个深层网络之间都有一个相互的关系，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可以看我们的第一个的 word 输，第一个字的输入，到第二个字的输入，第三个字的输入，然后到所谓的第四个最后的一个输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层的权重跟 boss 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 activity function 里面哈，每个生成的每一个 layer 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独立而行为的一个模式，而但是并且不能够组合在一块。但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些所谓的 hidden layer 组合在一块，我们就必须要使用同样的权重跟 boss， OK？ 那这样怎么去做它呢？好，我们接着来看图说故事。假设我们现在把这些层全部组合在一块，所有的隐藏层的权重跟 bias 都是相同，句子的输入，然后透过共同的权重，然后到所谓的输出，文字的输出，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所谓不同的权重，然后所谓重新的组合在一块，并且做在每一个的循环层里面一起做一个滚动呢？从所谓的一个的生成网络到多个的生成网络，不同的权重，然后整合变成一个共同使用所谓的权重跟所谓的偏差 bias， 就像是将输入提供给隐藏层一样，在所有的时间里面，所谓的循环神经元的不长的权重，特别注意的地方是不长的权重，每一个输入端的权重所谓的 bias 跟 weight 是相同的。那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单独的神经元，只是不同的神经元共同使用所谓共同的权重 OK 跟 bias， 所以所谓的重复神经元的储存到前面输入的状态跟现在的输入状态去做一个相互关系的一个运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输入跟前面的一个输入使用同样的权重跟 bias， 那两者之间就有一个相互关系的一个存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循环神经网络的一个精华所在咯，特别要了解一下。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神经元网络，就是所谓的循环神经元 understand recurrent neuron。 好，我们还是一样画葫芦，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任务哈。好，假设我们采取一个字符串叫做 RNA， 叫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我们有一个单字很简单，大家都知道的 Hello。 假设我们提供了前面四个字母叫做 HELLO， 就是所谓的这个东西，要求我们所设定的 RNA 能够预测最后一个字母是 O， 怎么做呢？一定很想知道程式怎么做，不用急，我们先把前面的理论先讲完了以后，后面我们就用程式一步一步的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任务里面，我们的词汇只有 HELLO， OK， LL。 好，那我们怎么预测所谓的 L 所谓 O 呢？当我们在处理文字 URM 在处理文字序列的时候，刚才所提的 HELL 预测一个 O 值，那这里面就牵扯到所谓自然语言学习里面的一些词汇的一些技术。那如果您对 MLTK 不了解没有关系，所以在前面的课程在深度学习里面有三个章节专门在讲解自然语言学习以及 MLTK 的一个工具库，大家可以到这边去看一下就了解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假设我们用上面的结构，我们把 HELLO 的第五个单字预测哈，我们要预测第五 HELL， 但是我们的 H 并在前面并没有字啊、哦。好，所以在蓝色这一块的 RNA 这个 block 里面，我们称为叫做 recurrence 的 formula 的一个公式计算哈。好，如果不了解没关系，但是在 H 前面并没有任何的内容，所以我们取一
H1 这两个之间 OK 做一个网络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所以 the recurrent formula 就运用在所谓的一跟先前的 H 跟一嘛哈之间，称为输入的步长，非常重要。则刚才所提到的时间步长，就是所谓的相互关系的前一个字。假设我的一是 X， 那么我的 H 就是 X 减一前一个步长，所以说在时间观念里面来讲的前一个字就是所谓的 T 减一，那么称为什么？我们的输入称为 H。所以整个的 recurrent formula 就是 H 跟E 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如果运用在两者之间，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一个的组合，我们称为 new state。 好，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所谓的输入 H 加上前一个字的输入 OK 叫做 H， 就是 H 就是 T 减一前一个字，我们可以这样写呢？这样就了解了吧。好好，那在这个地方 HT 就是一个新的状态，我们现在的输入加上前一个输入 OK HT 减一就是一个新的状态了，所以我们的 HT 就是现在字加上前一个字。好，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先前的输入而不是本身的输入，我们包含着前面的一个输入，所以输入的神经元 OK 在之前的输入做一个应用转换。在所谓每一个连续输入的时候，看到没有，这地方非常重要，很多很多在这个地方不是搞乱，就是什么叫时间不长，就是前一个输入的字或前两个输入的字或前三个输入的字，我们称为时间不长。好，这必须要记住哈。所以在每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有四个输入给所谓的网络，就是四个不长 OK。 但每一个的时间步骤里面我们都有相同的功能，什么叫相同功能，还记得吧，使用相同的权重跟 bus在这个网络里面，所以我们采取最简单的循环神经网络 RNA OK。 假设我们一个 tangent 哈，然后所谓的 recurrent weight OK 还有权重，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一个 activity function tangent 加上现有的输入跟前一个的输入的一个 weight， 输入之间乘以它的 weight 跟前一个输入乘以同样的一个 weight， 就可以产生现在的一个输出了。好，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神经元的一个步骤。好，输入的单位时间步骤就是所谓的 XT 提供给网络，那网络呢把现在的输入跟先前的一个状态 HT 减一组合变成一个新的状态，然后我们就会产生一个 HT， 现在是 HT， 也就是下一个字的 HT 减一啊，了解了吗？哈，好，这不能讲太多，是讲太多是会乱掉。好，所以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结合起以前所有的讯息，完成所有的时间步骤，也就是我给你三个字，给你四个字，完成所有的时间步骤的时候，我们用最后的一个状态来去计算所谓的输出 YT。好，然后把所谓的输出跟实际值做一个比较。所产生的错误利用所谓的反向传播到所谓的网络里面去更新群众，就很像我们的生成网络的处理方式一样了。好，大家把这东西记清楚就 OK 了。那么是不是只有到这样呢？没关系，我们现在一步一步的用 Excel 的一个计算来每一个去更新它的群众，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这样就会有感了，要不然讲了那么多大家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好，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当我们继续再看下去之前，如果您对所谓的前向传播法跟反向传播法不是很清楚的话，没关系，请你回到深度学习的课程的第一跟第二，那边有很详细的解释，这样就了解了。好，好，我们在 Excel 表里面做一个整个顺序的一个解析哈，让大家了解利用所谓的前向传播法。假设我们的 H 用所谓的透过 one hot and cold 就可以做到表来做一个编码。然后我们输入到神经元，将所谓的 weight OK 乘以所谓的输入，转换变成隐藏的状态，因为我们没有输出嘛哈。那一定问说所谓的权重，我们用随机变数三乘四就可以啦。OK， 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所谓的三乘四一个随机变数的 weight 乘以所谓的经过 one hot and cold 的转换，把 HELL OK 转换出来。第一个步骤我们就要做所谓的隐藏层的处理，啊，隐藏状态的处理，我们只要把 weight
我可以随机的 weight 去乘以所谓的输入，我们就可以得到透过矩阵的乘法啊，矩阵乘法哦，是 Doppler 的哈，跟 MMWise 是不一样的，大家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就到了一个新值，当我们计算出来所谓 h 的隐藏状态 weight 去乘以所谓的 xt， 就一个矩阵的乘法。第二个部分，我们再去转向到所谓的神经元，把 WHP 它也是一个一乘一的矩阵哈，就像这个样子。OK， 我们就可以得到所谓的一个之前现在的输入加上之前的一个 HT 减一乘以它的权重加 bus。简单的就是这么简单来看，我们对于 H 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前面没有字哈，因为没有字母，所以我们就把 WHH 乘以前面那个字加上 bus， 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OK。那第三步，我们再去做一个 FTP function， 把所谓现在的输入乘以现在的权重，加上所谓 WHH 共同的权重去乘以前面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做一个 FTP function，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现在的状态了。因为对于 H 而言，它并没有先前的状态，我们讲 H 就是 HELLO 的 H， 它没有前面的隐藏状态，所以 tangent 就直接将它做一个输出，而得到一个现在的状态。OK， 这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输入方式啊。您可以看到的 bus 乘以把 input 去乘以所谓的权重，加上 bus 的输出，再加上现在的输入，我们再去做 FTP function， OK， 就得到一个新的组织了。那第四步，那我们将提供下面的一个 state 一 ，OK， 这个一去提供给网络哈 ，H 一嘛，因为我们得到了 H 下来处理以后得到 H， 那 H 就变成是什么 ？HT 减一了。OK， 那一样画葫芦，就所谓做的完好 encode 啦等等这些东西，我们重复的去做它。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一个循环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就一就可以得到这样哈。这个就是完好 encode 出来结果前面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新的一个权重，然后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一个隐藏状态。好，那第五个步骤，我们计算所谓一的所谓的 HT。那透过所谓的 tangent 把这些加在一块，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一个组织。好，那得到了 HT 了以后，又变成是下一个状态的减一，那么 H 那所谓的 H 就变成下 HEL 就变成 HT 减二了哈。好，我们就把这东西很快的过去，然后就得到下一个步骤。第七个步骤我们就要做什么？我们把所有收集的东西变成是一个集合。透过所谓的 softmax 的一个函数，将所谓字串表里面的一个字母几率概率啊，特别注意啊，如果您对这不了解，您再回去看一下所谓的自然语言处理的哈，就当成是词汇表特定字母的一个概率，然后我们来计算它的 softmax。好，就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我们透过这个转换的几率概率来理解预测，好，理解这个预测，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得到所谓的 HELL， 然后预估所谓的 OLA。 好，那么一定会有误差，所以我们就透过以前所学会的所谓的回归神经网络，所谓的反向传播 Backpropagation， 在所谓的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BPTT，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更新它的权重。 OK， 然后大概我们了解一下就好了，了解所谓的可视化的反向展开在 RMA 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步骤的输出，然后去预估去更新它的权重，去产生所谓的距离，就像这个样子了哈。所谓的 XT 的输入 OK 加上所谓的 XT 减一，同时也作为下面一个哈，下面一个哦，这里不要搞乱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把整个所谓的 RMA 展开以后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了。好，大家花点时间去理解一下。好，我们来看，如果说故事在 RMA 的情况之下， YT 就是一个预测值，那 Y hat T 就是一个实际值，那误差计算就是所谓的 cross entropy 的 loss 了哈。那相信大家都很了解，所以我们将一个完整的序列单一个词句哦视为一个训练集，那总误差就可以看成是每一个时间步骤，就是所谓的字符串之间的一个总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权重在一个每一个步骤里面都是相同的啊 ，bus 跟是所谓的 bus 跟 weight。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summary 一下整个反向传播的步骤。首先我们将实际的输出跟所谓的预测输出 ，OK 做所谓计算所谓的 cross entropy， 然后呢把它展开，
然后针对于所谓的权重参数的计算，每一个步长的梯度，然后对于每一个的时间步长，权重是一样的，我们一直在提醒这个，然后将所谓的所有的梯度组合在一起，用于所有的步长啊，时间步长啊，就是 time state， 然后我们还去更新它的权重，两者之间的误差，然后往前推哈，相信大家都了解，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展开的网络看上去很像常规的所谓的神经网络，那并且利用所谓的反向传播法 ，OK， 大家也蛮熟悉了，将所有的步长的误差哈，时间步长误差的梯度组合在一块。如果说有一个100个时间的误差，那你知道会所谓的梯度爆炸哈，还有所谓的梯度所谓的收敛是很大的。这也就是在所谓 RNA 里面我们要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好，那这样大家就了解了。所以神经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模型了，在现在特别是 MLP 里面的很多的任务，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深度学习里面都谈到了很多的MLP 啊，自然语言学习，那利用所谓的讯息的序列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好，这个字跟前一个字或上几个字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神经网络里面，我们都是一条龙，把所谓的输入到输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对很多的任务而言，很多的应用而言，这个假设不一定是好。所以我们要预测下一个时序的一个词，我们最好知道前面是什么字，我们要去什么，我们还是你。所以 RNA 是一个循环的一个模式，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对于每一个操作的一个步骤，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 step， 就是前一个计算的一个结果。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考虑看看，所以 RNA 可以具有所谓记忆到，考虑到就是记忆前面的一个的讯息，跟作为下面一个讯息的一个参考。好，这就是我们所预测下面一个词 HAELLO 是考虑到前面的 HELL。 好，这样就可以了。那在整个图的展示就是这样了哈，刚才的图不是很好，这是一个中文的一个展示图，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好，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来介绍，所以为了使所谓的神经循环网络的状态的概念更清楚，我们刚才就介绍了所谓的 NumPy， OK， 来实现了一个简单的一个 RNA。 那么这个 RNA 我们接受到了的所谓的一个向量的序列，就是 Sequential of the Vector 哈，作为输入，我们刚才用 Excel 表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程式范例，然后用所谓的 time step， 这边出现的 time step 跟 input 的 sequential，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实际上都在所谓的 RNA 里面用所谓的 time step， 就是一个字长号，还有所谓的 input 的 picture， 相信大家都了解。然后时间步就是所谓的字形号 ，T 就代表所谓的 time step，OK 作为 x 的输入号。好，那这边有很简单的一个代码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 ，pseudo code 的一个解释。然后透过所谓的 activity function 函数式来做表达哈，将输入与状态作为输出，好，就是所谓的 weight 跟 u 作为一个 bus 的一个进行所谓的参数化。那前面呢，我们刚刚都跟大家解释了，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输出码哈 ，pseudo code， 大家看一下。好，这边有一个用 NumPy 来实行简单的 RNA， 我们叫 simple RNA 哈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用 time step 当成是输入序列的时间步骤，那我们 input feature 可以设定所谓的 sensor， output 可以是所谓的64的一个特征向量的一个维度。那我们的输入怎么去做呢？我们把 time step 跟所谓的 feature 放进去做一个 render， 我们就产生一个 input，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initialize 的一个状态，初始状态，因为初始状态前面可能是一个全零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可以做我们的所谓的随机的一个权重矩阵， OK， 包含的 weight， OK， bus 等等，好，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就有一个输出，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输入状态跟当时的状态， OK， 就做一个所谓的一个矩阵的一个运算，加上 bus， 就是现在的输入乘以权重加上前面的一个状态加上 bus， 我们做过一个 activity function， 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输出，作为下面一个的一个状态哈，特别重要，作为储存起来当下面的一个储存状态，就是我们讲的状态。好，然后最后产生的就是所谓 2D 的一个 time step 的一个 output 一个 future， OK， 这是所谓 final。
这只是一个程式方面的讲解，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程式范例哈。所以刚才在上面讲的是一个简单一个 simple R main 在程式方面做的一个做程，那如何在程式方面能够做得到，相信大家非常的想要知道，所以我们将用 大家非常熟悉 RNDB 的一个资料库来去做所谓的程式范例演练。因为今天的课程很多，我不想把所谓的速度放得太快，然后跳过很多，特别是在第一个章节，如果对 RMN 所谓的 time step 不是很了解的话，那么会在后面的课程就不会很了解了。所以我将第一个课程介绍所谓的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分成两个章节。那在这个休息的过程里面，大家可以回到你我互动学习去看一下所谓深度学习里面的前向传播法、反向传播法，还有自然语言学习的三个单元，这样大家就可以更容易的进入到所谓的 RMN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特别是大家如果学过所谓的卷积神经网络，这样都要去做一个转换，需要花一点点时间跟理解。好，那我们今天的 video part 1在这个地方，我们接着来下次来看所谓的第二个 part 2。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啦。